你的是暴风巨神，看我派上地狱三头犬，等一下跟你对决。哇哇哇！哈哈，你看又爆裂了。哔哔哔哔哔，又爆裂了。我可以跟你哔哔哔哔哔。哼，你这个小屁孩没办法赢我的。三、二、一，战斗！准备攻打小屁孩。我这次地狱三头犬非常稳定，黄野龙和暴风巨蛇已经去插道到旁边的，身形歪了一边，肯定没有力气的啦。耶！地狱三头犬，地狱三头犬又再次的获胜。真是太强了！好吧，你的是小屁孩。嗯，而你的是什么？大屁孩哦。大屁孩。那我这次来用谁？我来用暗黑死神。打败你的是谁呀？你的是。王野龙胜。哇耶！我赢了。你的那个是。王野龙的，我们这一家。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！哇，两个人发生很大的声音，好像拉肚子一样，我两个人都现在一个在高速外面旋转，暗黑死神遇上王野龙兽，耶！暗黑死神获胜，暗黑死神还在那边快乐的转圈圈。哎，你怎么可以用那个？你这个赖皮鬼！赖皮鬼！赖皮赖皮臭赖皮！看我的第三头犬打败你的暗黑死神！光头老板！光头老板！屁屁超人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哇，天哇！准备开始攻击！哦，两个人一直躲来躲去，好像在跳芭蕾舞一样。哇耶！把你爆裂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可以用手啦？你这个臭屁孩！我明明把你爆裂了，你怎么可以拿我的暗黑死神？